DIY 银耳保湿水凝精华。准备材料有以下这些：先将银耳多糖体1克和蒸馏水84克混合，5 minutes later， 然后再加入草莓萃取液5克、绿茶萃取液5克，最后加入液态奈米饮5克，依序加入后搅拌均匀即可。装瓶时请选择瓶口较大的瓶罐。装瓶后来看看小编实测。涂在皮肤上像多了一层透明薄膜，使用后保湿度和柔嫩度都大大提升了。还想知道更多配方吗？欢迎留言告诉小编哟。